迎收看小千测评测，我是千鸟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车款是挽歌 RH8， 这是一台免费的跑车，在新手有了车库后可以立即购买，而且拥有强大的性能。在这一集中，我会跟大家详细介绍挽歌 RH8 的取得方式、真实车辆、外观、内装、改装、车辆性能跟赛道表现。挽歌 RH8 可以在传奇车业和班尼原创的网站免费购买。顺带一提，有些 RH8 买来就会有尾翼，是看运气的。 RH8 的真实车辆是鼎鼎大名的 GTR R35， 但不管是在车头还是车尾，它们的相似度跟其他 GTI 车对比真实车辆来说都不算是高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挽歌 RH8 的外观跟内装。 RH8 的大灯跟旁边的孔合在一起形成 L 型，前方的水箱护罩与保险杆为两个倒梯形上下堆叠，下方保险杆的部分用上了碳纤的装饰，而且还有一个红色的钩子，增添了一些赛车的氛围。再来到车侧，前轮轮毂稍微向外突出，给我一种肌肉的感觉。向后延伸的车体线条十分的锐利，到车尾有向外的凸起，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有精壮四肢的人。四轮碟刹用上红色的卡钳，是我最爱的刹车配置方式。再来到车尾，大大的英文字写着挽歌，尾灯的大小排列跟复古改装一样，是跟那个真实的车相反过来的。一点弧度，线条单纯的车尾，配上副色调的后保险杆及双边双出的排气管。说真的，这车尾没有很吸引我，有可能是因为原本 GTR 35的车尾实在是太棒了，改成这样就变得没有什么吸引力。然后我觉得单看挽歌的车尾，其实不一定能够想到 R35。再来看看引擎，一打开两颗巨大的涡轮出现在眼前，非常帅气。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中间引擎的本体，被碳纤和金属的盖子遮住了，然后它本身就装有三角形排列的引擎式拉杆。我很喜欢这个引擎式，超帅的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平常用的碳纤引擎盖是没有办法打开的，所以我特别换上了一般的引擎盖才能开给大家看。不知道这是它原本就故意设计成这样，还是 bug。后车厢打开的部分只有上面这一片，没有延伸到垂直的部分，所以它的开口非常的高，到我的腰左右，内部空间看起来也不是很大。再来看一下内装，内装的运动感十足，标配了同型的赛车椅，前方是正圆的三辐式方向盘，没有换挡拨片，没有任何按键。仪表板采用的是 GTI 标准的双圆仪表板，大圆左边显示速度，右边显示转速，小圆由左至右显示油量，然后这个看不清楚。再来是冷却水温度、机油压力，右边的简易音响主机也是 GTI 的标配，但多车辆都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旁边是一个点烟器。没有高科技的车机，但是有个像手机架的东西可以弥补本身设备的不足。还有好几个辅助的仪表，包含电池电压、涡轮压力、机油温度、机油温度和机油温度，还有电池电压跟涡轮压力。因为我没有改过仪表，这台车设计者肯定非常非常担心大家不知道机油温度是什么。最下面有个看起来很专业的东西，上面还有什么 Boost Test 的字样，我实在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排挡杆的底座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杆子本身没有什么质感。从三个踏板跟排挡杆的
样子来看的话，可以判断出这台车是纯手排的，而不是 R35 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。然后不像改装过的复古挽歌，RH8 它是有后座的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坐人的空间，其实可以拆了。那我们接着上车来看一下空间。哦，原版的挽歌 RH8 声音也很不错。前座的话，车内空间是蛮充足的，不管是膝部还是头部都有不少空间，完全没有撞到的疑虑。最后，我们听听美妙引擎声，出发去改装厂吧。第一项升级的部分就是把挽歌 RH8 升级到复古改装款。那这个我们在复古改装款的时候有说过了，就先不看它。保险杆，前保险杆的部分，原厂的保险杆长这样，它本身就含有碳纤了，也可以把它加大，变成碳纤的定风翼，或用定风翼及前翼。那我原本是用这个，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发现，诶，这个还蛮可爱的，所以我就换了。对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呆呆的，有种可爱感。那后保险杆的部分的话，原厂是这样，它也是原本就有碳纤的，碳纤后扩散器就会比原本的还要大一点。也可以用喷漆的后保险杆，或者是喷漆的保险杆再加上扩散器。那我后来还不是把它换成这个，呼应前面的颜色配置。原本改这台车的时候是比较偏向喜欢街车风格，毕竟好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不太满意，就把它换一换。排气管的部分，它有原本就是配置就是双边双出，改来改去都一样，只是材质不太一样。我喜欢那个赛车的光泽。水箱护罩原本是遮起来的，可以在上面加上黑色横条纹，或者是把它拆了变成外露式。引擎盖的部分原本是长这样，什么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可以加上通风口，两个通风口，或者是把它换成碳 Making 纤的。decisions is 但 stressful. 是换成碳纤之后，引擎盖就不能打开了。如果想要开引擎盖的话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车灯的部分一样是可以换成疝气的车灯。喷漆我的主色调是雾面的白色，Life is hard 冰 once you 晶 have 白。everything. 我的副色调是经典的浅蓝色。啊，如果不是换成碳纤引擎盖跟碳纤车顶的话，这两个部分都是属于副色调的部分。它可以加上防滚架，就里面那 How many 个 cars you got in this 主 garage 色调 now? 颜色的防滚架，车顶拿掉这一块，它就会变回是副色调的颜色。那我装的是碳纤的，车其实原本是比较小的碳纤维，然后可以把它加大，No rush 有 at 喷 all. 漆的碳纤的，或者是延伸到后轮的，还有这个碳纤延伸到后轮的。扰流板它原本就是有扰流板的，这是要看买来的时候是有还是没有，因为它刚刚买来的时候会有两种，我可以换成低的扰流 Whatever you 板、desire. 高的扰流板。Technology and 其 budget 实 permit. 高的扰流板跟这个就有点像，只是它形状稍微不一样。改装型的话，这个就还蛮炫的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炫耀感。这样可以这样用吗？我 碳纤的小尾翼，然后 GT 型的尾翼，我的最爱。车轮的部分我是用高档车原厂的刀片，然后颜色的话是荧光蓝。挽歌 RH8 的改装项目并没有说非常的多，跟复古比起来的话，就一点点而已，还蛮快就看完了。接下来就上赛道去看看它的性能吧。
是去搭跟他差不多的车子相比，他的初期加速慢了一点，到第二段之后才往上拉到差不多的速度。可以说他在较高速的赛道上面的加速区段是非常适合他的。这测试这次只有做干地，因为 GTA 好像有 bug，超级竞速没有办法开出雨天，所以这一次雨天的数据就只能重缺了。赛道测试我会使用网格 RF8，在我自制的3条赛道，每条2种天气中，各花1个小时时间测试我能跑出的最佳单圈，并把这个排名列在下方说明栏中的 Google Excel 表。这个测试是建立在我的驾驶技术上的结果，不能保证各位用同样的方式也会测到相同的结果。想要自己测试的话，赛道连接也在说明栏中。RH8 是一台前置引擎四轮驱动的车，在干地城市中可以说是跟网格复古改装一样，或者说网格复古改装跟它一样，就是稳定。出弯加速都可以很早就全油门，都是非常快的车，但它们还是有一些不同。首先，RH8 的 ABS 它非常优秀。我几乎没有遇到锁死不能转弯的状况，就算是下车全部压下去，这一点网格复古改装是没有办法的。另外，对比网格复古改装，RH8 有非常明显的3大缺点：一、重量重，轻量化改装没有复古版的彻底；二、刹车力弱，这或许也跟重量有关系；三、面对跳动，尤其是内轮的跳动，非常的弱。重量和刹车问题在一号弯道和跳跃减速的两个地方最明显，这两个位置刹车距离要拉得特别的长。其他地方因为它够稳，需要减速的量少，这个问题影响就比较小。另外，重量重也会导致 RH8 虽然稳，但却是在崩溃的边缘，没有像网格复古改装那样令人安心。由先前的速度测试和重量感受可以推测，RH8 的动力是比较大的，这或许是比较容易打滑的原因。稍微有空转机会，没有控好油门就可能会失控。时间是1分22.415。我认为前面提到的三点是 RH8 动力比较强，出网格复古改装0.790秒的主要原因。湿地城市高级 ABS 的实力就发挥出来了。减速位置几乎没有差，很像之前的古罗马晴天跟雨天的那种差距。主要在雨天会拖慢 RH8 的是加速造成的动力打滑，RH8 只要打滑速度就会掉得非常快。为了避免打滑，只好减少动力输出，但是这不足以消减掉刹车不锁死带来的优势。时间是1分23.951秒，比网格复古改装快了0.734秒。不论是干地、湿地，RH8 都是一台偏转向不足的车辆，驾驶起来同时要求速度跟路线，上手难度又比网格复古改装还要难上一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开始都只开小丑不开 RH8 的原因。
我那时候只觉这台车不好开，没有发现它的实力是很强的。只要熟练，相信很多车都不是它的对手，而且驾驶者的技术也能更上一层楼。在干地山道驾驶 RH83 蛮危险的，不平的路会非常考验油门的操控。驾驶这样重量级的猛兽，我在1个小时内还没能操控自如。不过它的单圈已经达到了1分26.386秒，赢过复古的1.455秒。我非常意外，因为好几个弯的行车线都跑了。整个试跑过程中，没有复古或者是小丑来的稳定，大多的圈都有擦撞或打滑而失控。我倒以为我没有跑出没有撞到的圈了。这台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熟练，才能完全发挥它的性能。湿地山道的 RH8 需要比干地更加小心打滑的问题，油门不能全下的地方比复古和小丑都来得多，但只要把车开稳，时间就很快了。最佳单圈是1分29.53，523，比晚高复古快了2.569秒。另外，我还注意到 RH8。晚高、复古、小丑这三台时间都很优秀的车，RH8 的反应却不太一样。复古跟小丑都是在上坡比较容易打滑，下坡很好跑；RH8 则是在下坡容易打滑，上坡很好跑。我想这或许跟它的重量让它在上坡不容易背离地面有关，但下坡就害它容易超出极限。这样的特性，在这个同时有上坡下坡的山道上面，可以占尽优势。对比加速能力差不多、刹车还比 RH8 好的小丑和挽歌复古改装，上坡能维持较快速度过弯的 RH8 比较快上不少。山地越野，我换上了越野胎跟原厂的悬吊。开了几圈后，我发现不要妄想在弯道中完全用上 RH8 的动力，不要打滑才是最重要的。RH8 不适应车尾的跳动，很多时候车尾跳了，就算放开油门，一样没有办法稳住。就开始打滑失控，它适合在弯道前猛烈的减速，不要用太多的重心移动去增加车尾打滑的可能性。车子稳定下来之后，油门慢慢加，到直线的时候立刻全下，这种开法，时间是2分40秒.093。比晚高速度快了0.201秒。
点跟刚踢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只是要更容易打滑了一点。时间是2分41秒9028，比自己的甘地只慢了1.835秒，比晚高速谷快了4.605秒。就连骷髅马都没有那么接近的干湿地时间。RH8 不只是晴天，也有很优秀的雨天能力。越野赛道中驾驶 RH8，所有心意都要放在稳定车尾上面，他打滑的时候没得救，他撞车要花比别的车更多时间来回到赛道，因为他没有办法靠动力打滑来快速转换车子的方向。不要失误， RH8 就是一台很棒的拉力赛车。这样测一天下来，我认为晚哥 RH8 跟晚哥复古改装虽然都是晚哥，但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台车。不管是擅长的速度区段 ，RH8 是高速，复古是低速，还是上坡下坡，到他们两台车要跑快的时候的驾驶风格，都是完全不同的。牛皮蛋蛋真的很吵。RH8 是一台 CP 值最高的车，因为它优秀的性能和零元的售价。如果你是喜欢咬低跑法，喜欢控制油门不要超过极限，我认为你会喜欢这台车。如果你是喜欢到很接近弯道才刹车，尽可能带着速度冲入弯道中，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这台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同时喜欢刚刚说的特质，那或许也会跟我一样，觉得这是一台很快但微妙的车。它控制油门的乐趣不如一些滑来滑去的，像福多，因为 RH8 它滑了就没有办法救回来了。那从弯道的乐趣，它又不如小丑和晚哥复古那种极限刹车的感觉。但偏偏 RH8 又很快，快的没话说，而且还是 GTR R35。 我觉得我喜欢 GTR， 但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喜欢 RH8。
因为它的价格，我相信大多人都会有一台。想要在赛车获胜，H8 是可以考虑作为王牌的，它几乎可以适应全部的地形、全部的天候的赛道。毫无疑问，是台优秀的车。做了5集，觉得还蛮稳定了，差不多是时候让大家来挑车了。如果你想看哪一台车，不论是超跑跑车、经典跑车，还是其他车种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它就有机会出现在接下来的车评中。那我们今天的车评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帮忙按个喜欢，多多分享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并开启铃铛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千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